Davis 又 Thomas， 那其实在球队里面，在禁区里面是比较薄弱，在这两位球员加入以后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。但是这边好，这边要来做一个 low post 的单打，向后飞的位置做了一个假动作，再给库萨斯。目前整体状况最好的库萨斯，怎么出手的一个机会去做一个出手？好球！哇，这一次的配合，因为给到胡龙茂，再给地板球。哇，再一次可以看是刚刚我们开赛的状况。我们看到其实机会都有出来哦。对。哇，这边又交进攻的成功率来的是非常低的。而这边挡下来，而且没有犯规，又是一个拖车多打扫。里面阿雅的出手，李健的控倒没进，库萨斯轻松的把球给拿下来，换左手，哇，但库萨斯。